看这一题，它如这个图了哈，三角形 ABC 中哈 ，DE 呢分别在 AB 跟 AC 上面，且哈 DE 跟 BC 平行，已知 AD 等于四 ，BD 等于八 ，A 等于 x， 那 C 是 x 加八，那问 x 多少？那用那个这个比例线段性质，这个比这个会等于这个比这个，就四比八哈，会等于 x 比上 x 加八，好，那这就二分之一了，交叉相乘，二 x 等于 x 加八，那这样我就知道 x 等于八，所以答案是八。